每一天我们都在对生存的地球进行探索，甚至还对地球以外的宇宙进行探索。在探索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发现很多之前不知道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原来也和我们一起真实的存在于这个地球上面。本期视频探讨话题，探索者发现不该被人看到的东西。奇德里克的宝藏，你心中的宝藏是什么样的？有人在探险的时候挖到了一个宝藏，这个宝藏是用木头箱子装的，有金币、金戒指、金项链、金手链等等，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金子做的，感觉像是海盗在海上抢到的宝藏，然后为了宝藏不被抢走，就把宝藏埋进了泥土里面，结果却给他人做了嫁衣，让别人挖到了。日本鸽子人，你用谷歌地图吗？如果你用谷歌地图点进日本东京的话，你很有可能会看到一群人排成整齐的两排，站在人行道上。其实说是人也不确切，因为这群人的头上戴了鸽子的头套，暂且称呼他们为鸽子人吧。这群鸽子人感觉是在做什么仪式或者行为艺术，他们一动不动地在大街上站着。如果你不在日本，不用谷歌地图的话，就不知道日本原来还有这样一群人。猫岛，你知道日本有一座猫岛吗？在这座岛上的猫咪比人多6倍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在这座岛上以前闹鼠患，所以人们就养起了猫咪来解决鼠患，后来鼠患解决了，猫咪也在这里扎根繁衍生息了。这里的大量年轻人都去大城市打工了，所以留下来的人比猫还要少。不过正是因为如此，这座岛成为了有名的旅游胜地，这里的猫咪吸引了很多游客过来撸猫。最小的爬行动物，现在请仔细看看这张照片，你能从这张照片里面看出这个爬行动物的大小吗？它被称为最小的爬行动物，虽然它的体型小，但是它该有的部位一点都不少。它就是来自马达加斯加北部雨林的微型变色龙，它只有不到人类指甲盖那么大。我们是怎么发现它的呢？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路过雨林的人低头就发现了这个物种，并且拍照上传，我们才知道有这样一个物种的。玩偶之城，你如果来到这个镇上，你可能会被吓到，因为这个镇上没有一个真人，里面的居民全部都是玩偶，就像是恐怖电影里面的样子一样，一进小镇就静悄悄的，你可能远远的看着这可能是一个人，正准备打招呼的时候，就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玩偶，细思极恐，也不知道是谁制作了这些玩偶放在这里，这些玩偶的形态还都不一，有等车的，有做家务的，有躺着晒太阳的等等。如果你有心理准备来这里的话，可能会找到一些乐趣。